由插画家不二马大叔创作出的胖虎在 LINE 贴图爆红，不管是生气还是卖萌的模样都超级可爱。为了回馈粉丝，旗舰快闪店我不是胖虎60平的大空间特别打造了 2.5 米高的巨型招财胖虎，还有胖且生气的经典表情公仔，以及胖虎财神好运灯，要让民众拍个过瘾。它其实是以传统水墨画为起点，猛虎图为起点，那结合了生活的日常元素，然后带出了两只猛虎。那我们第一只猛虎呢，就是我们有着大脸，然后看起来营养过剩，然后个性冷漠却自带喜感的胖虎。那第二只呢，就是我们活力十足，然后好奇心旺盛的可爱小虎。快闪店呢，跟以往不同的是，我们这次有60瓶，那以往可能只有2瓶啊，10瓶不到，对。那我们这次为了回馈给粉丝，就特别增大了60瓶这样子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的商品，我们的商品呢是以往的2倍数多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第三大亮点，就是我们后面那个 2.5 米的那个超巨大胖虎汽油公仔。就是为了这次迎虎年，特别打造这只福气满满的胖虎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过年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胖虎财神好运灯，对，那它就是我们全新打造的，为了这次旗舰店。然后我们就是一次300元，通通都有奖，然后我们的奖品就是物超所值。旗舰店还有各式各样的周边商品，像是造型可爱、触感柔软的胖虎抱枕，还有让大小朋友过年同乐的戳戳乐，以及印有各种胖虎造型的口罩与服饰，让粉丝可以一次带回家。第一个一定是我们胖且生气款的抱枕，对，因为它的表情就是我们的经典款，对，就是几乎每个人手一只，对对对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短 T。对，我们短 T 呢就是有9款全新设计的，除了有各种胖虎的日常啊，然后还有一些表情包款啊，还有像我这件就是百变款，对，就是也是非常热销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地毯，我们的地毯也是非常热销，就是在前面排行这样子，就是我们地毯有因为很多种，对，然后粉丝都很喜欢。我不是胖虎旗舰快闪店即日起到4月5号在华山文创园区登场，透过快闪店的方式，不仅提升胖虎文创 IP 的能见度，也让民众萌翻虎年。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。